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，大哥没有输哈，岩柱炼狱性兽狼两卡就要来打灾二级了。第一关的话是四只小地精，那四只都会连级，那他们也都有减伤 90%。好，第一关这边直接转直行 ，OK 带走哈。大哥两卡的话，在七回合内还有一个额外的队伍技，全队五倍哦。好，第二关是弓前盾不能手消木。好，那这一关其实凡人就凡人在这个手电筒啊，如果没有这个手电筒的话，其实敌技看起来都还好。好啦，那第二关一样是有减伤 90% 齁，这个昨天关卡之前有跟大家讲过，十关里面大概八关都有减伤 90%， 所以这个的话等一下就不会再多提了。好，来这边打掉一半以上的血，这一回合一样去叠木珠齁。好，这边带走，来接着是火墙拼图，这边有要开大哥直接无视过去吗？好，没有，其实自己转进去也可以。好，不过这边看起来是比较倾向无视掉齁，因为还有一个不能手消木的选项。好，这边转了一个武康天将来到七带走，没问题。哇，天啊，打破千亿啊！好了，来接着第三关这边的话，手消全暗跟全木。好，这边先偷个一回合。现在大哥有亢奋状态哈，来这边引爆水星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火木就比较好消了哈。好，这边转了一个四康天将来到五 ，OK， 也是直接带走，没问题。来，接着手消指定 combo 法印，手消固定 combo， 然后它每回合会变哦。一开始是三，好，这边的话就是三四五六七啊。好，再来是四哈，那你如果消失败，它是越扣越强，一开始25，那再来50，接着就是100了。好，四康这边的话，好，因为大哥前五颗会变成火人抢哈。所以那个珠子的数量要稍微掌控一下，不然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少个一两康了。好，这边没有转到哦，被扣了25%了。好，这边转到5，那你有转到他也不会打你，会自己去自残哦。接着六康就去转六个直行齁，其实讲起来都很容易啦，但是真的自己在打的时候齁，包括我自己在打的时候，剧本写好好，可是就是会被这个手电筒影响到。对，因为这个手电筒比起初次登场的那个钱德勒梦魇级范围来的更小齁。你现在如果回去看钱德勒的话，你会发现他那时候框框还没有现在这么小，一样是转出一片漆黑，可是就没这么小。好，接着这边三十级盾，那这边去削大哥的直行，他会再额外追打哦。三十级盾可以快一点点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不要累积到十个虚之印记，这边的话要稍微小心哦。这边削一颗是累积两个虚之印记，也就是说你削到五颗暗，基本上就直接掰了，所以要稍微小心。好，这边有要引爆暗来做最后增伤吗 ？OK， 看起来是准备开下去了哈。好，引爆水暗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把印记炸掉，那一样去转直行吃这个追打哦。好，这样子灌过去没问题。来，接着五鼠强化盾，好，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蛮棘手哦。大哥只有无视到三鼠，没有无视五鼠，所以这边就是要稍微想办法啦。啊，这边先开龙克挡死一次吧，应该是先挡死一次，因为这是打150,000。好，来接着五鼠墙这边版面都有变成强化了，有要引爆心来做一个增伤吗？因为心珠在这边是不被需要的哦。好，应该也只能炸心了啦，五鼠墙剩下都要留着啊。好，这边炸心 ，OK。来，那中间的话就要想办法去叠了哈。好，他把暗。光跟暗摆中间。好，这个天降，哇，大哥的这个天降很 OK 啊，多降了两组火下来。好，接着一样是四只地精齁，然后也都会连击，这边是不能手消火木光暗。好，这边先开大哥炸光。其实这边是可以去触发 bug 的啦，就是那个追打。好，他果然用 bug 灌过去了齁。来，接着是不能手消水，然后木以外剩 10% 的伤害，然后也有一个水浮石的复印哦。
这边要稍微去叠一下水，水珠有点多。欸，它不是复印啊，它是每回合会转横行给你。好，这边的话把水炸掉，来这边要做一波爆发啦。木以外剩 10%， 然后它也有减伤 90%。 好，这边没有灌过去，很可惜齁。好，那它直的横的都是转水给你哦，横的就是6颗，然后直的是5颗这样子。好，这边稍微去叠一下啊，大哥回血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，你火消的够的话啊，那个回复都是蛮爆棚的。好，这边是目前应该要再等大哥一次。好，这边把水木都炸掉了，哎，这个伤害够吗？好，还是差很多哦，很可惜，因为木以外只剩 10%， 然后加上他又减伤 90%， 这个真的不好搞。好，这边大哥又跳了一只起来。好，接着二技再继续开下去炸水星。好，其实这边也可以把角色珠加减抓出来用啊，就是多打一下试一下。好，这边差一点点哦，快要了，快要了。好，就这样中间撸过去变成火，这样就可以那个躲掉水太多的问题。好，这边的话水珠目前看起来也是不好叠啊，来这边又再直接炸齁。好，这个版面看起来不错。好，用一个叠珠。好，这边就带走，来接着是手消多种减伤齁，这个对大哥来说就还好了，大哥一团火下去齁，伤害也是很够的。这边先让他减 75， 那这一只的话是越战越强金哦，所以一定要一波带走。你如果让他跟性的话，哦，这个就事情比较麻烦了。好，大哥技能再开下去，水光引爆掉。好，那剩下看是要去消还是去叠哦。这边你去消，顶多被减伤 50% 啊。目前看起来是只有木跟暗能消。好，对，这样被减50。好，没有没有带走，哇，这个其实也蛮危险的齁。好，来大哥的技能有要再开下去吗？等一下是有稍微喘息的空间啦，下一关是地精嘛。好，来这边引爆水星。好，那现在大哥他开招的这只大哥也是有亢奋状态齁。好，用叠的这样子没有被减伤到，灌过去33亿没问题齁。来接着手消全火跟全水。好，这边是稍微可以喘口气的地方。好，全火全水都有消到。好，左边这边继承到了齁，不过现在变成 CD2 就 也一样，稍微有喘口气时间。好，还有把大哥开下去了。好，这边全部的火都要消到齁，又多天降了2串火下来 ，OK， 带走没问题。来，接着第九关，手消指定七康的火焰地，好，然后它是越攻越强，初始攻击26000左右。好，这边就直接去转了齁。哇，天哪，这个直接转真的是厉害啊！我对于手电筒这种真的不太在行。好啦，这边的话七康要怎么去转呢？最底一行比较接近火焰地的位置，所以应该要从上面起手会比较好。好，这边要开招吗？看起来是没有要开。好，开二技，好，引爆火。好，这样上面是帮你排好一康了齁。好，这边七康，好，没有转到齁。来，现在自己的大哥又有2倍了。来，这边再开一次，这次是开一技。好，那大哥的技能是没有无视那个的齁，无视固定连击的，他是无视弓前哦，三鼠还有拼图。 OK， 这边带走。好，来接着王一这边要消五组不一样的珠子，然后整版都要变成黑白的齁。好，然后二血是要消一样的。
好，这边核心张开。好啦，感谢哈，先感谢观众让我们欣赏到这一个 OP 的队伍啊，大哥两卡通关灾二级。好，这边先引爆多一点火出来，这边就是要消无主火了哈，同属性的。好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咯，拜拜。